好，罩衫这一件我两色都买，一个是白色，一个是有点这样淡淡的咖色。这个淡淡的咖色它就是有一点点纹路，有看到吗？它是正汗商品，品质非常的好，然后呢它完全不闷热，就是一个轻薄透的一个罩衫，长度呢就是走一个非常气势的路线。那穿裙裙、穿连身裤或是穿长裤通通都可以。那这个颜色我觉得明显搭起来是非常有质感的，非常非常有质感的，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买这个颜色。那当然呢有一个蛮基本的白色，等一下会穿，它是亮白色，很洁净很洁白显白的白色。那这一件 oversize 啊，我觉得它是 SML 太有都可以穿，穿下去你还是一样可以搭有袖的衣服，背心啊或是长袖都可以，它的袖子的宽度是绝对够的哦。好，这个是一个蛮基本的款式，但是我还是要特别强调它的颜色跟它的布料跟穿着感跟整体的颜色超级大合哦，因为我们家的白色一样帮大家挑选超级亮白，所以白色跟奶茶色刚刚穿下去的感觉好像不太一样。好，白色有白色的好，咖啡色有咖啡色的质感，你们自己去斟酌，因为这种外套什么样的下身什么样的裤装都可以做搭配。